这条路还是一样没什么改变。在台南听不到怎么惨叫了，结果发现是回到外庄才听到。无论如何还是回来走一下，像是很值得。能回到这里真不错。不知道刘家庄现在怎么样？有啊。我跟你讲，他过了这个小桥之后，上面还有一个小的红色的门，然后就进到一个像瑞明山庄的房子。有，我有去过，我骑摩托车去探路的。你有听过狗可以活过二十年的吗？哎，你真的二十多年没回来了，回到刘家庄了，好远啊。